耐力，蛮美的。知道我们要去哪里，应该会傻眼。我们要从台北市跑到新北市，新北市的两天一夜，应该说一天一夜了，因为我们连中午都回来，都是他害的，迟到，而且我还把他准备早餐。就算我没有迟到，那饭店也是那么晚才能进去啊。哪有？我们三点我要准时入住，我们刚才太阳都已经下山了。我要出发哦。我们到饭店了，开车开超久的哦。40分钟，刚刚塞车塞很久，我跟他说我想上厕所，然后他跟我说刚才在家为什么不尿？对啊，哎，这尿尿是可以忍的吗？女生都会这样想尿尿吗？有没有女生可以帮我说个话？好期待房间哦，你等一下要干嘛？我要先进房睡觉一下。睡觉？那我先回台北喽。那怎么回去？哇，我是订豪华的。哇，浴缸，哇，风景不错啦。这个风景似乎刚刚有人说风景很美，你要不要去看一下风景？你睡觉了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跟你出去玩过，因为就是有你这种朋友就不会想出去玩。没有别的朋友了，没有人要陪你出去玩，只有我。肥猪，哎，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睡觉。不要去玩水。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去玩水。这里真的超级美的，因为现在疫情期间不能出国，所以我们就来这边小度假。这边很像国外的感觉，而且这里现在没有人哎，我们两个的小天地。小天堂啊，出水芙蓉的感觉，会不会很丑？考验你的肌耐力，蛮美的。哇，我们玩完了要回去，准备去逛逛，要去吃晚餐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身上的那个衣服都是陈敬轩的联名 OB 严选的，很好看吧？超好看的哎，非常百搭。我现在身上这件背心也是他们家的，就随便一个衬衫就可以搭，无敌好看。我本来要拿来搭我身上这件，被他拿去穿，而且它价格好像都是蛮平价的，几百块。嗯，质感也是蛮好的，赶快去买，冬天可以穿。我们现在来吃韩式料理，他刚才吃那个什么春川辣炒鸡，这个是我们刚才点的白葡萄酒烧酒干下去。好，那来吧。这个烧酒也太夸张好喝了，好吗？哇，猪五花，部队锅，感觉像来到韩国哎。我跟敬轩有去过泰国，也有去过韩国，我们感情真的是蛮好，怎么样？蛮好的。是吗？我觉得我们超好哎，因为我们没什么吵过架。我们不能去韩国，但是可以来韩国的料理店，好不好？哇！哈哈哈哈。嗯，麻西手哟。跟阿姨还说我们点太多，会不会吃不完？有我在，应该是不会吃不完。要讲口感啊。泡菜，辣辣的，那泡菜蛮好吃的，然后配上海苔，没什么味道。我们刚刚就是逛了这整栋的成品，看了蛮多书了。我刚刚有吗？
每一本看了一点，每一本的封面没有里面了，变得非常正向。一杯热的无糖热奶茶，我超级喜欢上岛的热奶茶，感觉今天是出去玩，但是就这样成品结束我们一天。我想去买一些什么化妆品什么的。耶、我们很像在出国玩，逛什么Outlet。然后我刚买了很多化妆品，等下回去跟大家分享我买什么。我们回来饭店了，刚刚逛完成品之后，就是有去买一些我自己最近想要买的化妆品，开箱一下给大家看。我平常喜欢买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，这个是 Bobbi Brown 的，算是眼影，它超级无敌漂亮的，非常非常亮的一个眼影，我都会打亮，当打亮的，你们可以打在这或是鼻子或是下巴还有嘴唇这里，它的亮是会亮到别人会看到你本人，会觉得你皮肤非常的好的那种光泽度，拍照的时候也会非常漂亮。如果你们平常看到别人脸有光泽度，其实有时候就是打亮出来的。给我瞧瞧，有没有被烧到了？我推荐的东西是绝对绝对好的，给你们看一下我刚刚随手买的一个唇膏，玫瑰色的。太好看了吧，你们觉得好看吗？老陈你觉得好看啊？不错，这是老陈啊，老陈试一下都这样子嫉妒我，没关系，当朋友就是要容忍。他丢东西，他平常有暴力倾向。然后刚刚还买了一堆护唇膏，因为我是一个没办法接受嘴唇干干的，我就买了一堆护唇膏。我现在要去报仇了。刚刚是谁丢我？给我起来！哎，我看你刚才打亮好看吗？太亮了，超好看的，骗人！你明明就变超人，变超人霸凌我。哎，我发现这样看超级无敌明显的。这个是谁教你在嘴唇上面打亮的、啊？自己学的，对啊，我教的，然后你还是，我不要不要，我嘴唇不需要打亮。哎、你这个没形象。我买给你的豆浆，这个掉对不对？对，掉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都是你，是女的。跟你们说，我们的宵夜只剩一个重担，我们的豆浆没了，被老陈，被老陈用刀逼我。刚刚有人说他不想吃宵夜，我帮他点，给他惊喜哦。他说为什么我不想吃？他已经吃完了。不懂感恩的人，我要把它记下来。我们要退房喽，现在要准备去吃早餐。Go！ 我们来吃上岛咖啡，这是我的爱、欸，鲔鱼吐司。我跟老陈的最爱，这一开始是他喜欢，然后我现在学他。你就是拿着这样等我吃完，很酸哎、欸！这件事证明你没有耐心。我不是在拿了，你够吃哦，我吃完，我就拿到吃完了。我到家了，刚刚老陈载我回家，然后我们的两天一夜就这样结束了。